Halo. Dia kasih dulu. Sekarang saya di Johor. Johor Bukit Gambir. Johor Bukit Gambir Sengkang. 我在 Johor Bukit Gambir Sengkang. 阿来肥料代理，自己种的番石榴，拿手一下。啊，阿邦，你阿笨阿吗？还有。还有啊。哦。来，兰地人，阿来，来来去这边来出来。啊，阿来，新尼拉江的哪里？阿来。过年不给。啊，新尼新尼来，阿来，你这个番石榴种几个月了？21个月，你再过个21个月，有几颗？1000颗，一千颗啦。这个第几棒果？第二棒啊。哦，哎，等下，ini satu minggu boleh berapa bako？ 100。100 bako？ Yeah. Satu bako berapa kilo？ 50。50 ah？Berapa bako? Satu bako 50. Agak-agak 50. Jadi berapa tan? 5 tan ah? Yalah, 5 tan. 5 tan ah? Ah, semua tengok dia punya jambu, jambu tengok. Ah, dia punya jambu. Ha? Jambu. Eh?Ah, sini jambu. Satu minggu ada 100 bako. Satu bako ada 50 kilo. Satu minggu 5 tan. Eh? Berapa persen A, berapa persen B? 15%. 5 berapa persen B? Ya. Yeah. Ah? Ya. Yeah. 85% A lah. Yeah. Oh, Alai, ni zhe ge shi 15% B 果啦。差不多啦，差不多这样。来，大家参观一下他的番石榴来。兄弟，兄弟，哎呦，各位看到吗？他的番石榴的叶子看到吗？啊，100颗，哎，1000颗啊，啊。一个礼拜五吨，啊，一定pakai apa baju？U 888 dengan U 10。U 10 lagi？U 300。啊？U 300。U 300 berapa lama satu kali？U 3000。啊，U apa ini？U 3000 berapa lama satu kali？Berapa itu？哎，你的 U 3000每个礼拜打没？一个月一次。哦 ，U 3000啊，各位啊。U10 就每个星期打了。U10 每个星期打，掺多少啊？70哦，50到70了。50到70 ，U 3000呢？U 3000。高钙。30。30啦，一个月打一次啦。你是看到比较软才打还是怎样？看哦，看树了。看树的状况来打嘛，就是一个月打一次 U 3000呐、啊。各位听着啊，30cc 20L 啊，啊来来，你这个来来这边讲了比较刺激来，来来来，啊兄弟听好，各位看到吗？你看它番石榴的叶子漂亮吗？你看，满树都是果啊。啊来，你这样子1000颗啊。一个月大概多少肥料？2000多块啊。2000多块肥料钱。4条8。4条8，油灯这些啊。油灯一个礼拜打一次。油气白。油气白两个月，2个月3个月啊。油气白你每次掺多少？啊，不也不一定哦。大概呢？最少得100到150啊。打地上啊。啊、哦。那么4条8你放多少啊？400克。400克啊，一颗放400克，多久放一次啊？1个月啊。1个月啊，各位啊，
他这边原地有放三个十五，有放十二、十二十七吗？没有啦。啊？没有。没有放化学肥啊？从开始就是安哥威廉的。各位看一下，啊，真对了，你真对了。真对了。啊？真对。真对啊！各位看一下它的叶子，你看。多几张？哇！一粒，各位看到吗？你看它的繁殖流啊！你讲农业可以做吗？啊，你看，阿来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走进来做安哥威廉的肥料代理啊！你看，哇，这颗啊！啊，你看榴莲漂亮吗？没有万花斜飞，就是四条八最多。啊啊，哎，你的油漆前多久打一次？两三个月啦。啊？两三个月。油漆前两三个月。来来，不要走。哎，你讲你的海藻精是什么情况才打？海藻精啊？啊，海藻精打了会口感会比较好了。口感呢、啊？你讲有酸味你就打是吗？是，吃了有点涩涩啦、嗯，你就用海藻精啦。啊，安哥威廉的海藻精 U 一百哦。啊，你不要看了，哎，你有打过氨基酸吗？我的没有了。哇，你打一下。啊，各位看，漂亮吗？你看榴莲树，没有放过三个十五啊，有吗？没有了。没有啊，你看。谁讲农作物一定要化学肥？谁讲这句话？啊？哼、嗯，你看，各位，各位评论一下，我安哥威廉的肥料代理不给干杯的。你看他的凡事留言。你看。什么？啊？妈呢？三度几路？一年啊？一年出了吗？啥？是吧？啊？不累了啊？不累啊？我不在顶，我不累了。各位看一下，来，阿来刚才讲真话，阿来你不要跑，你讲做农业，如果做不对会糟了啊！讲讲讲，哎，看一下，做不到不是弄地啊？会撞墙壁啊、哦？还好了，你来救我了。OK， 阿来，我们讲真话，你卖我的肥料一年多了，顾客讲不好用的有几%？不到五%呢。啊？不到五%呢？他妈的是不好用还是不会用？我不懂了，肯定方法不对哦。啊，阿来不可以乱乱讲了，他的生意很好了，啊，你来看他的园地啊，你就知道他会不会做盐。我坦白讲了，来。很多人做农业做到要跑路，知道吗？对不对？是啦。啊？哇！路边多给买个山羊油啊。嗯。啊？有啦。一度把这山羊干巴了。Yeah. 啊 ？Uncle William。啊 ？Uncle William。人家把那印度毛朋友，我让把个 Uncle William 的。不来个，不去上呢。不来，路印度蛮那怎么？龙宝。龙宝啊不，我不想跟这本龙宝不想。各位看一下哦，一个月2000块的肥料。啊来，你现在你平均，你讲采100箩有多久了？3个星期了。哈？3个星期。每一个礼拜100箩。差不多。一个礼拜5吨呐、啊，这样这个可以采几吨呢、啊？大概。要采完才知道大概啦，妈你不要大概，我不会大概啊。他妈的，等下我下线了又讲到，哇！我跟你讲啊，做农行，哇，老妈来没在做了，啊来前夕啊来，哦，各位看，你讲，我坦白讲啦，很多人做农业啊，用不对真的做到要走路嘞。你要时常来教我。他妈的，是你教林北还是我教你？你要来教我。哇，你看。哎，这种哦，哎，你做到这种农业这样丰收啊，真的会越做越爽哦。
当然啦，有的时候就爽了，没有的时候怎样会爽啊？你看，各位，你们的凡士林做到脸青青，你看每一颗啊，不是乱讲的，你看，你看每一颗平均啊。现在它刚好大生哦。嗯。嗯，这种大流斑呐。啊。各位啊，帮我 share 啊。各位你看，阿来有心要做，他这片地是别人的地，懂吗？啊，他跟他雇榴莲，他种番石榴，你看，是吗？你看，每一颗。妈呀，真的，妈呀，搬来！啊，各位大家share啊！啊，你们要关注我的 TikTok， 我现在有打 TikTok 了。啊，昨天啊有打 TikTok 了。哦、啊，农业第一，肥料成本很重要，效果非常重要。坦白讲，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买肥料。我看到那个价钱啊，这样子去种，我讲一定跑路了。我每次讲一句话，你用我的肥料，你没有赚钱，你不要用，干吗？干干干！好像你卖给顾客了，你卖给他一桶480了，一吨2000块了、嗯，他种了没有2000块？不要讲2000，没有4000，你我叫你不要种，不要买，对吗？可以可以。这样子害人了。各位啊，你听，你看，哦，帮我share啊，啊，阿莱拿手一下，拜拜。等下你就出名了，你有上 TikTok 嘞。OK 啊，拜拜。你来看了阿莱的人，你一定买肥料了。好，阿莱哦，一定的。啊，一定来买的，一定买哦，买不断，你看。啊，拜拜。